现在观众呢好像是12月29日啊，琉璃在心，玄光耀世，我靠真漂亮。这个我的天呐，美的我都不会念这个字了，我的天。龙哥去和他朋友们去吃海底捞了啊，因为今天捞了一个把爽的，但是呢回来可能晚了一点点啊，等一等他。可能是和发在一起啊，我不管这个东西，他们之间八卦啊不了解啊，对吧？然后呢严格来说啊，龙哥并不算是七里的员工，因为他算是我雇来的，所以呢他可以不受这个老板的限制。老板的什么限制呢？老板说啊，公司不允许你们内部谈恋爱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呢小龙不属于公司内部啊，是这样子就可以。但是他谈不谈呢是他的自由啊，我也不了解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今天呢我们不仅玩这个猪猪给大家看，另外呢我们把这个激情暖冬啊，今天最后天我们再抽个这个35个大奖给大家看一看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现在的话那只能说先去中枢待着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慢慢卸下这个战力。本来是想和他聊个爽的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先好好的搞游戏里的东西，对吧？搞起来，哇，有个碎片啊，没注意看啊，不管他。好，然后我们是毁灭，对吧？这怎么都打起来了？这什么小张在这疯狂杀人，我们肯定是往这边打呀，对吧？这个邪恶的生命啊，对吧？把他打下去。但是这边哪边更厉害？靓仔落泪啊，这边要打没了呀？先过来吧，先过来这儿。今天不玩红图了吗？不玩，改天再玩啊。怎么都打到我家门口了？别呀、啊，先过来，来来，赶紧送！哎，我要来这儿了。这个寒阳哥哥什么鬼？寒阳哥哥来我这儿挡着，那有病吧？来，怎么不管他？往前线坐镇。哎，哎，前线，等一下，这还没有开始打，为什么？前线跑了，我没在前呀。你别管，为什么不能往这儿走？为什么不能往这儿走？我这儿他还没开始打，为什么不能往下走？哎，等一下，这又去走哪去了？什么没路了？这直接走过来不行吗？这是两个属于打的话，就不属于你这城。这是我的城呀，这还没有开始打，我就应该可以走呀。他这个线路有问题，他要绕茫茫一圈。哎呀，问题不大，反正会过来的。这个安排的有点问题。龙总怎么吃那么快啊？是吧？那不知道。为大家呀，你看着大家。好，这个吃个饭还为了大家。你吃个饭为了大家啊？来，这个发100块红包，快，龙哥，你发100块，这发给大家对吧？直接充这个快币啊，发给大家，这个才是为了大家呢，对吧？说吃口饭，说是为了大家，怎么样？我这吃的快留给大家。是这样子，吃的快还迟到了。哦，这个为了大家就迟到一下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龙哥真是会做人，对吧？把这个坏的事情说成好的，懂了。你来送啊！今天呢，我们待会儿要痛快去抽个奖啊，等等人，我们现在150人，等上200人，我们就去抽奖，好吧？啊，然后换了线骨谁打过，对吧？换吧，我们也换。等小龙弄完之后，我给大家说一下啊，有一个很厉害的姑娘，江夜离，你们听说过对吧？她很擅长于钻研各种各样的这个奇技淫巧。她本身呢不是超级大佬，但是呢，一边是她坚持不懈的在玩，然后充点小钱。另外，我们也给了她好多这个大奖小奖，给了她好多。然后呢，她呢这个现在也有6亿战力了啊，那差不多也能打一些人，打一些7亿8亿的。这个换了剑骨本来很吃力的，但是她换了一个神奇的武魂之后，就不吃力了啊，打起来就不吃力了啊。什么武魂？他说他去玩龙剑骨，挂一个音，他是龙主龙的，然后他也有剑骨就是挂着的，能和你扛一下，然后呢也和你打一点输出，然后还靠一个这个音，他说就是这个猫音啊，他说猫音的飞羽克死剑骨，大家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猫音的飞羽为什么克这个剑骨，反正他是很有理解的。他是这看一下，打炎天鹰打赢了，打泡泡龙打赢了，打千条打赢了。别看这几个人都是无足轻重的，对吧？我们平常都没有说过他们的名字。迷离之光打赢了，他这个东西呢都是战力和他差不多，比他高一些的小月亮打赢了，就是完胜欧元末期打赢了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墨轩打赢了，其实就死一个音，所以他这个阵容是有可取之处的。我今天这个偷来了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，对吧？我没有说我们学，我说是大家可以学一下。他是6亿左右战力嘛，对吧？你说10亿以下。3以上你可以借鉴一下。然后这个鹰的这个飞羽，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鹰的飞羽是一个什么魂环。飞羽是这儿的吗？飞羽流星，飞羽流星对单个敌人造成这个伤害，接下来3秒内使其身上所有来自友方效果持续时间缩短15，是不是合体效果就缩短了？使其身上所有来自友方就是给队友的加成，给你的加成。对啊，应该是不是那个合体，应该是那个合体效果就缩短15，这一个技能啊。你不是要打这个合体吗？大家都是主剑骨对吧？那我就针对你，你这个星级升上去，升到红衣金之后，它可能就缩短40%。你原本能合体10秒钟的，现在就只能合体6秒钟，然后就解散了，对吧？你这不是很厉害？有个坏处啊。什么坏处？它合体能快速的合体第二次了呀。到时候看。剑骨是第一次没伤害，第二次没伤害，第三次以后就伤害爆表。剑骨。到时候看，第三次合体之后赶紧给它拆了不就行了？管它呢，反正人家是主龙的，主龙打得很厉害，然后顺便挂一个这个猫音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然后有人说我们这个号能玩猫鹰，懒得折腾，都是老人了。我们正在准备砸这个红图呀，
你一合体就嘎了是吧？哦，这样子。因为现在大奖太多了，双击撑不住。哦，明白，就是说输出的大奖多了一些。对啊，你合体以后你就，而且你需要，哦，合体攻击最高，然后就容易被针对。四阶它会强制合体是吧？好的，妄图我推荐你去玩原神。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我有个大学同学是和我一起上大学的，然后现在已经毕业五六年了。他上个月啊，应该是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和我说他这个要去做这个原神视频了。然后呢，做了半天，一看播放四，就四个播放。其实原神有流量，但是你做一些日常什么没有流量的，你大家要看的是抽卡。你看我妄图，我一天能疯狂抽卡吗？我抽卡抽一会儿就抽不动了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对吧？但是玩斗罗啊，我可以玩好久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试试一年逍遥，现在就是心理家的游戏是这样子啊，也顺便多攒一些钱还一还债，债确实也需要还的。这儿烽火上限增加一下，好，我们这个本周的威望榜，我要争取要拿一个这个第一，必须的。好，今天一定是争取要把我们这个次数送完，所以今天其实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原神每次版本更新都有流量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有的有的。但是就说，就比如说啊，那个卖货，你说李佳琦卖货，薇娅卖货啊，虽然薇娅已经没了，那他们卖的多的要卖，对吧？你看人家卖一场卖好几千，卖上亿都可以卖，你卖你只能卖个千把块钱，那你比人家那个零头都不到，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卖了呢？对吧？那也是有人在做的，各种各样的商品，可能李佳琦瞧不上的，那其他人也在做一些，是这么一个生态。这个他们可能不玩的大主播不玩的游戏，我们玩一玩，我们做一些不同视角的这个氪金的感受，对吧？虽然我们玩的游戏也不都是小众啊，像 H5 这个游戏确实都是很多人玩的，还可以的。然后呢，今天看到一个这个东西，哎，就是易烊千玺啊，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。然后有人就说啊，被捧的，就是我就希望我所有的观众就是，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样优秀的人，他有没有捧？有很多做那些网红的人，他都有流量捧起来的。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本身没有一点本领，没有一点本事，本身他没有一些很长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个唱歌啊什么，唱歌好听，长得很漂亮之类的，不会有人去捧他的。易烊千玺他算是他们当中那几个人当中长得是比较不太行的，但是别人还愿意捧他，证明他真的是有东西。包括我们也看过他这个啊演的电影啊，还是挺好的。所以我今天就想到这个，就希望如果说我们的粉丝就是以后要看到，哎，谁谁又红了，对吧？只要有人就说是捧的，然后包括妄图以后又有钱了，别人说是七老板养了他，对吧？把他捧了起来的，对吧？那其实就还真不是，是妄图凭着自己的能力一步步走到现在才有这样的机会。这是个人能力是最重要的，其次才是周围这些人。包括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这个王石，或者说是刘强东。王石你们知不知道？王石他现在不是娶了个这个年轻的老婆吗？当他之前在创建这个那个企业完了万科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有人说他那个是有一个特别牛逼的老丈人，就是他当时的老婆，他老丈人很大的官。还有人说这个刘强东他创建京东的时候，那京东一个是刘强东，一个是什么小金，哎呀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他女朋友叫什么名字了，就是那个京东的金，就是那个他女朋友那个字挪过去的。然后他女朋友他家挺有钱的，然后有人就说刘强东他起来不也是因为那个是温小金还是叫什么，你们谁知道，反正就是他女朋友帮他一把的。包括有人说马化腾，对吧？马化腾他妈是高管，是什么什么企业的高管，有人都会说这些，但是这些不太重要，这些都是你成功之后别人会拿这个去说，是为了去找一个这个理由和借口，但是实际上是没有那么重要的，还是和自身的这个际遇你的努力有关系。际遇呢就是你能不能遇到这个特别牛逼的事情，对吧？万一遇到一个这个能赚钱能起来的事情，攒了第一桶金，后面你就好操作了，你就好去赚钱了，有可能就利滚利就走起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那龙哥我就问你个问题啊，可能和小马他们也没什么关系啊，就是如果说一个人遇到另外一个人，然后他很喜欢他，如果他们最终不能在一起，那他们相遇的意义是什么？有点懵。那就比如说你喜欢小白，假设你喜欢小白菜、啊、然后呢你和小白菜相遇了、啊、然后你们痛痛快快的恋爱了一场，结果最后没有走在一起，对吧？然后你们的关系就嘎了啊，就分了。那么你们相遇的意义在于什么？那你咋知道结果呢？想在一起呢？我只说假如，那不说你，说其他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下翻身？不是每个在一起都走到最后了。你像我以前在一起那么多段不都分开了？我只举个例子，我也没说你和小白菜一定会分开，对吧？花钱买教训，花钱买教训吗？大家出来相遇的意义就是为了花钱买个教训是吗？那不是，啥是人生？为了释放荷尔蒙，你们怎么都那么低级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有我能解答，因为我这个前女友众多啊，我分分合合，就同一个人我都分分合好多次，对吧？为什么最终没有在一起？但是呢，也不后悔以往的经历，因为有时候你有很多的原因。
但绝对不仅仅是说你去释放这个荷尔蒙啊，还为了舒服。哎，我操，你们这些人想啥呢？你们是为了创造幸福和快乐，也是为了在一起。但是如果最终不在一起，有很多的原因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。第一个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你可能相遇在一起，结果你夸他一下子啊，这个经济垮了，工作丢了，工作没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上当受骗了，怎么样，钱没了，可能你和他就过不了原先那么好的生活，可能就是会相互的埋怨，可能就分了，对吧？然后你可能异地，对吧？比如说老王图在北京待不下去了，我还谈着女朋友呢，然后我就去西安了，然后呢就断了，对吧？那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在北京熬不下去了，混不下去了，我没有办法收支平衡，我亏了很多钱，再亏我亏不动了，我就只能走。但是我还喜欢那个女孩子，那女孩子也喜欢我，但是我们就得分开，那是有一些无奈，但是仍然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曾经在一起过的那个时候。其实有人说为了经历是对的，但我们最终也不是说为了谁给谁钱花，当时我也没什么钱，对吧？那别人就喜欢你个穷小子，也不就是你和他在一起，你能你能让他开开心心的，你能哄一哄他，对吧？遇到问题让一让他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那他呢也能给你带来很多的乐趣和欢乐，对吧？也能和你分享他的这个生活和喜好，你可以发现这个生活的意义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今天看到有个投票，就是有人会觉得你有四个选项，就是你觉得这个生命生活有意义吗？然后呢，是不是特别的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亢奋，非常好的生活，还是你觉得这个生活就没有任何的意思，还是你就有一颗想死的心之类的。有很多人是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，其实生活有没有意思就得要去花时间去体验，包括我们玩游戏，对吧？我就不玩游戏，我就看一看，对吧？我肯定不会喜欢这游戏的。但如果说你慢慢去玩，了解这个 IP， 了解这个斗罗这个人物的故事，了解这个游戏是怎么样进去玩的，对吧？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在里面，对吧？怎么样能够充更少的钱去胖揍别人，对吧？越战别人，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就入迷了，都是需要投入时间的。为了保护二弟，我的天哪，你这样播不无聊吗？那我们现在中枢就是这样子啊。那待会儿想要不无聊，对吧？等一等，主要是今天再送去抽魂。好，现在22位，好，我们现在你说无聊，对吧？来，温情暖冬，来给你温暖一下，可以吧？这个你介意不介意，对吧？给你来个厉害的，这个你受得了吗？是吧？我知道有个评车人一直在说这个你受得了吗？啊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好，这个你受得了吗？小龙，来搞一个倾诉者、聆听者、支持者。其实哪怕说你没有在一起，你练习了这个奇技淫巧之后，遇到下面一个人，你能够做得更好，对吧？因为男生你会越来越温柔，你上一次对这个女孩子没有那么好，下次你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你做得更好，你对下一任会更加温柔。哎，这个就直接出啊，许佳，也出大奖了，我还以为是大奖，这个你受不了是吧？像你一样在病床上就不无聊是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到时候我们组个团来看望一下你啊，那就练习2年半。OK， 小龙刚刚把那个逃离假死的那个给用了，第一次用了，然后他都不说话的，都不解说。对吧？就自顾自的在玩。你这说的太入迷了，我不敢当。那你就干脆就不要拖了，对吧？让我来啊，对吧？然后再来，小龙那么帅，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？这个东西小龙还真找过不少，只不过你不知道。但是小龙找女朋友肯定没有妄图那么厉害，对吧？因为妄图是天天说开车，对吧？虽然没有驾照，但是还能够不断的开车，对吧？练出来了，结果呢就能让女孩子很容易拉近和女孩子关。的距离啊，然后一下子就眉飞色舞，然后就开始了。你有个姐姐，腿细不细？这个是不是前凸后翘？请问怎么突然间说你有个姐姐，好奇怪。小龙赌超级简直是浪费啊！没有，没赌，我们都浪费啊，这很正常。31号啊，我们跨年要不要搞点什么东西？跨年就是看这个活动，其实抽完活动也没啥，就一个中枢啊。到时候我们打，中枢应该能有机会拿下来吧。不换的话有机会，好，不换有机会拿好。要是博哥换了的话，我们也换，对吧？我们就换这个小江的那一套。你还有个女儿，我的天，算，这是和你们聊不来，怎么你们都聊那么龌龊的？不行的，不行的。好，我们再抽两个大奖吧。我们这儿现在是需要预知星辰吗？是下面的都需要，除了小姐吗？这两个都需要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回忆经验先造成。也需要吃很多、啊、这个马上就可以升了吗？这个我们应该有很多了吧，陆刚有几千，五六千个、哦、五六千个应该也不够啊，以后会得到，反正我跟你说以后会得到这个东西。回合进化其实也很快就搞定了啊，这个天使微光先不要是吧？啊，对，我们没时间还，用不了那么多啊。好，但是这个东西要很多很多吗？差不多，因为它是3000个只能是一级，有限制的，我们就给大家先抽了，对吧？这样比较好。先导之城这个是要搞的，之后的这些其实都不需要，我们就少一个这个吧，把这个抽一抽。但300个应该抽不到了，因为现在才开始抽的话，抽不到的。
小龙新区什么阵容好玩？主剑谷。对，不主剑谷没有意义，对吧？主剑谷，然后呢？刚才不是说要这个主那个啥吗？主那个九塔的吗？主塔，我们才叫主塔，他们主。哦，好。那他们为什么主不了呢？没这么多资源啊，前期没资源。哦，那我们资源多了，为什么就要主塔呢？嗯，主塔吃伤害，而且给剑谷加那个加成有点高。那给他们为什么就吃不了伤害呢？对吧？打破砂锅问到底。给他们扛不住啊，他们剑谷扛不住啊。哦，他们没资源扛不住伤害。如果说你们把你们的大量给这个塔的话，那你们剑谷就没有资源打输出，也没有资源扛伤害，而我们这个资源是够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么回事。好，最后再抽一个吧。剑谷微光，哦，你没出来啊？没出几个微光啊？没有。哎，那么难的吗？哎，那不抽这个了。有，最后抽一个大量。这个，哎，好奇怪啊。这个有第二个。嗯，哦，好，好。换剑谷了吗？没有换，嗯，小龙比较无趣。等一等，看我们周六啊拿下城主之后，我们再换，对吧？顺便跨个年，是不是这么个安排就比较好？对，他们没有折扣，我们有折扣，我们还比较好，比较良心。对呀，啊，跨年那天是周六。周六，周六那我你看这些东西你们都不了解，对吧？然后钟叔赶紧送龙哥，送完之后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。准备要抢，找时间。好啊，还有六个月啊，先等等。然后陈哥又被杀死了，是吧？然后就没了，来，我们先去把要买的买。哎呀，麦皮打的吧。麦皮打，跨年威力30，反正你们说这种威什么什么，我们都不会做的。跨年这天得直播吗？嗯，反正红包呢，就说要大佬发红包啊，就是大佬自己愿意，心甘情愿发就无所谓。但你非要说赶紧发吧，赶紧发吧，肯定是越催越烦，是这么个心态，他就更不愿意发了，对吧？所以最好就不要催我了。播到几点？我们今天就播到9点钟就结束了，还有半小时，对吧？来，就是赶紧出个30。哦，这个好像还可以啊，让黑龙发红包是吧？哎，他哪有红包可以发啊？他那个工资，到时候还要养小巴赞是吧？哎，反正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反正今天这个流言蜚语越发的明显了，肯定是那些想拱小巴赞的人想要带节奏呗，对吧？还能有谁，对吧？还有谁啊？这个都可以理解的啊。这个也要买。嗯，斗罗的没有那个都牌的不买了，这个就不买是吧？好，好，再买再买。还有个这个也买一下，这个，这个为什么买？碎片没的，是只计算的，那不买不买不买，留着钱。好，碎片这个碎片不买，碎片以后有的啊。我们现在多少碎片啊？实在不行分解一点，你看我教你分，你看还有100万，现在就是有好多那个，不管它吧，不管它。然后来抽一下魂灵，魂灵现在还用抽吗？嗯，好像一套都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以后就买这个高级是吧？就买这个，对，十年契约就不搞了。龙哥，小龙，你啥时候开始追求小巴菜了？你就说小龙什么时候在小巴菜直播间黏着不放手了，对吧？这个不就行了，对吧？问这个问题不是更好吗？小龙到底是哪天这个魂不守舍啊，对吧？啊，不回宿舍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。我好像哪天都回宿舍的吧？哦，这样子，你这两天是因为病了嘛，所以不得不回宿舍，对吧？我懂的，龙哥，你不用解释了。好，29万，升一升。啊，给那个随便升一升。来，走。我们刚才开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先去合一个。哎，其实要去看这个中枢的罕见魔晶，先合一下。哦，现在是需要前面这个东西啊，差一点点，那就好开了。先看这个中枢吧，走啊，把这个标包清理一下。小龙是工资跟妄图一模一样吗？不是，他给我，是我给小龙开工资。哎，我真的和大家说啊，小龙遇到我其实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就这么说啊，我也不忌讳小龙在这里啊，我和大家说一个很残酷的事情，小龙他是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吧？没有。然后他如果这个情况下走到社会去打工，哪怕去电子厂或者说去其他的厂，他是如果说不托这个关系去介绍，那其实是工资也许到手就3000-4000就没有了，4000，对吧？是这么情况。他这个如果说然后这个宝箱你来开吧，啊，我来说这个情况，他呢来我们这儿能够多赚一些钱，然后现在的话，这个从1月份开始我给他发的这个工资是5000加奖金，可能差不多有6000块钱到手，6000块，然后另外的话是，我提供这个住宿，相当于是能节省个1000块钱，是这么个情况，所以你就相当于是说，如果说各位你没有这个文凭的话，你就找不到这样的工作，除非你是运气很好，你才能找得到，所以呢。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但如果小龙他是这个研究生学历，对吧？
那我就得给他加钱，还得要再给他加，不然这个钱可能就留不住他，我就会很担心很发愁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学历在这儿，虽然可能对于直播的效果不一定有很大的效果啊，但是如果说观众朋友们觉得，哎，我妄图是一个高材生，小龙也是个高材生，那大家都是很厉害的人，那你会觉得我一起玩游戏好像也没有那么颓废，对吧？大家一起一边是玩游戏啊，顺便聊一聊人生，这个东西呢好像就没有那么颓废了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直播间，而不是一个只会打游戏只会充钱只会氪金的垃圾直播间，是吧？就会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学历对于直播效果也有一定的效果。另外，小龙，我确实和他发现一些问题啊，比如说我跟他发的这个消息啊，微信的消息，有的时候他可能就看的就忘记了某些事情，就有可能的，就是阅读能力啊，阅读理解能力会差了一点点啊。这个呢，也不是我说他，就是我就这么说，待会儿说啊。先把这个抢了，稍等，三二一零，抢了，我参与了，对吧？啊，人也不多，四个人选一个啊，没有抢到。其他就放了，对吧？没有了。来，小龙你继续啊。我想说的是，哦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去做这个什么语文啊、英语啊、阅读理解啊，我们高中、大学做了好多好多这个题，做这些题，你看起来是没什么作用的，但其实你做了很多很多，你是有作用的。你经过那种培养之后，你看了很多很多文字之后，你是会反应的更敏捷，对吧？比起如果你不读书啊，你就是一直玩着长大的，对吧？然后成绩也不好，然后高中就辍学了。要比那样的要强一些，办事会稍微更靠谱一些。虽然这个靠谱其实和学历没有太大关系，要我直说的话是这样子，更取决于你这个人想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嘛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小龙如果说他文凭没有那么高，他就是找不到好的工作，他就很容易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小龙就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个情况了。你们以后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幸运的，你们就得要好好学习，就得要好好的教育下一代。如果说你已经没有学习的机会了，对吧？你已经大学毕业走入社会了，基本上一般就回不去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好好的把你的下一代教好，让他好好的读书，对吧？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啊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说到小巴菜，各位，你们帮我劝一劝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人听劝，吃饱饭啊。小巴菜他就不听我劝，我跟他说了，让他拍一拍这个视频。水果榨汁，助人爱喝水果榨汁，黑水一混搭，再配上水果寿司，对吧？这个小白菜我就叫他赶紧去拍这个视频，反正他现在斗罗也开服好几天了，也不忙了，对吧？赶紧去拍一个这样的视频，真的长得很像啊，和他，然后穿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衣服我报销，你们跟他说有这件衣服啊，有这件衣服啊，那直接就拍，对吧？这个桌子这个水果我报销，对吧？他拍了不够，对吧？我要他手拧甘蔗哈，以前手打西瓜这个算什么？直接来个手拧甘蔗就好了，对吧？这个才叫猛。再来什么手敲榴莲是吧？然后这个双手把这个什么菠萝蜜挖开是吧？啊，剥开菠萝蜜，抱着一大个，好几十公斤那种啊，抱着，很符合他的气质是吧？这谁受得了是吧？手敲榴莲，他那个肯定是假的嘛，对吧？你们知不知道山东大山东有做过很多东西，他们那些能够模拟，就是他们蒸那个包子馒头能模拟出那个水果的样子来，什么橘子，一模一样的那个纹理，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，那你摸上去才知道那是假的。他们就是做的很逼真，所以这个东西你其实有很多办法，你可以做一个假的出来，对吧？你碰到手的地方弄得软一些，然后其他地方就是弄一个真的榴莲，扒开，对吧？很汹涌澎湃，扒一，然后啊，像五天没吃过饭的人，然后拿了一个榴莲哐哧哐哧的吃，哇！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，对，山东的馒头很厉害的，面点山东一绝。说到妄图点鼠标，来，龙哥，赶紧练习一下，不然小巴他要说你了。你看人家妄图，对吧？升哪个？一千三。好，你看，来。我们倒计时啊，我们来计个时啊，龙哥，我们用一千个，比谁先用完，对吧？看一看我们手速的区别到底有多大。你点启动，你说开始，我就点千个，现在是70，点到6000啊。你说开始，开始。你用几个手都可以啊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看妄图消耗1000个定魔晶要多少时间啊？结束，18.88，哇，18.88啊，消耗1000个魔晶啊！但是你看，实际上我点了很多啊，这个给你凑个整吧，凑到5600，反正我要这个数字，减1000，然后呢才行啊。好，龙哥，准备好了吗？然后先看一下中枢，竞猜一下，不用竞猜，小龙一定输啊！这马上好，马上把到我们会杀很多人吧，别着急。试先试一下，不行、啊，你可以用一只手扶着鼠标啊，另外一只手这个，好啊，等一等啊，小龙需要点时间，给大家点时间啊，别着急啊，大家可以帮我们想想，周六我们跨年要发点什么？要是就发这个红包，其实没什么意思。跨年我可能不在呀、啊，你跨年不在，
你先说。跨年我们要给大家发点福利的话，就是发红包也不太好发。如果说红图归来来了，我们在红图里面发红包，那个是直接可以在游戏里发红包的，那个比较爽。来，龙哥，哎呀，香肠也待会儿也吃一下。5600，我说开始你就开始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开始。要到4600啊？还发手机？发手机就只有一个幸运儿，我觉得那个不如说是雨露均沾比较好。好，4700了。好听，哇，18.49啊！OK 啊，不亏了。他手速比我还快吗？假的吧？你刚计时有问题。你刚计时是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记的？是啊，我点了，你看到给你看到，你点进去。假的吧？假的，这有点假。不行，我再试一次，小龙拿着，什么单线动力手速，我不信，这假的。啊，不是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他小龙刚才我只用了左键，他是左键右键都用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在于这儿，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有关系。我们先给他弄到4200啊，4200。对吧？4200，然后呢？有延迟也正常，我们都是有延迟，都是公平的。我们搞到3200啊！来，准备好了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搞到3200很简单的。哦，还有一个可能啊，是因为我网比较卡，当时我搞了6000，它还多减了400个呢。3400，3300，3200，18.79，有问题。我手速没有他厉害了，我的天，龙哥，是这个你来，点两遍好一点，你那啊，对我现在点的也是两遍。好，暖冬奖励领取一下，再抽个啊，又可以抽券了。怎么又抽到大奖啊？不行啊，再抽个大奖，对吧？刚才两下没有抽大奖，真是很奇怪，瞧不起我龙哥，对吧？啊，让我龙哥看一看，对吧？这只要抽就能抽大奖，对吧？龙哥这运气就是好，对吧？我强势为龙哥做一波这个代言。四号位是啥？我们的四号位吗？是琉璃塔，对，新出的武魂。完了，九啥？这雪茄什么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你那一个又是保底，而且这个雪茄一个也没有。你一个小点都没有啊？有一个，有一个保底啊。好，没有，没关系，多给我一些别的材料也行吧，也行。好，现在是中枢，再看一下。哎，快，买，1秒，我可以多买一次。好，一秒钟，买成功了 ，nice。好，第一是稳的，第一稳了，各位，我们因为已经买到将近上线了，而且我们还多了一个这个买了一个这个复活，可以的。好，别的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的吗？没有了，日常没有了，日常让这个小龙去做。好，我们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周六再见。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，对吧？让我们搞点什么创新创意的东西表演一下啊，比如把小花菜过来叫过来和小龙来个什么什么啊，对吧？也可以的，也不是不行啊，到时候看吧。好，博哥是生命，我们是毁灭。好，拜拜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。一号新游戏一定是帮我们捧捧场啊，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右下角下载我们的红图归来送33块首充，拜拜拜拜。